车祸都死了半年了，妻子柳如烟还在和我冷战。等我认错，直到某天，她突然找不到竹马送她的手表了，打电话来质问我：“秦城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让你拿去给我修的手表，你给我放哪里了？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改不了对君泽的妒忌。”电话那头是我姐的声音：“恭喜你，柳如烟，秦城已经死了，他再也不会嫉妒林君泽了。事出车祸死的那天，我和柳如烟吵了一架，只因那天我签下了人生第一桶金，想要和他庆祝。他却要去陪林君泽过生日，我不让他去。他说我在无理取闹，说这么多年，他要和林君泽在一起，早就一起了。” 根本轮不到我娶她，我生气的砸了家里的东西，把这些年的不甘全部发泄了出来，受不了打了我一巴掌。秦城这些年我给你脸了是吗？连心寒都没有，那一刻突然就死心了。我转身就走，秦城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家门，就别回来了。他在后面威胁我，如他所愿，我真的回不去了。我开车离开时遭遇了重大车祸，当场死亡。我姐来给我处理的后事，或许是太气，我死的消息她并没有告诉柳如烟，而我死后，我的灵魂却又莫名其妙的跟在了柳如烟身边，也许还有执念。我看着那天，她还是去给林君泽过了生日，看着她这半年间的每个节日都会给她准备小礼物，看着林。 秦城打个电话道个歉，可你没有关系，是他自己小气。柳如烟冷冰冰地说道：“别管他，看他能坚持多久。七年的感情，我终究没能给柳如烟留下一丁半点。或许从一开始，我就不应该出现在他们的世界。有我没我，他依旧生活如常，我还是他的负担和累赘。就在我以为柳如烟的日子会一直这么毫无所谓的过下去，直到那天，林君泽突然问起他送给他的那块手表，他才蓦然想起了我，然后很不耐烦地给我打了电话。过来，秦城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要是过不下去了，可以去离婚，做出这么一副样子给谁看？我让你拿去给我修的手表，你给我放哪里了？你是不是给我藏起来了？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改不了对君泽的妒忌。”电话是我姐接的，那边好一会没有说话，大概是真的被气到，一时说不出来一个字。说话死了吗？柳如烟狠狠地问道：“死了。”我姐好不容易才
电话给秦城，我姐直接把柳如烟的电话挂断了。我看到柳如烟气得脸红耳赤，这些年她在我的事情上从来没有失联过，我们之间的争吵最后也都是我妥协。她压抑着愤怒重新又给我打了电话，她说你问秦城，之前我给他的手表他拿去帮我维修了，现在在哪里我急用我不知道。我姐冷冷地说道，我让你问秦城，柳如烟你真的该被天打雷劈。我姐咬牙切齿地说道，她清楚我和柳如烟的所有事情，所以知道我对柳如烟到底有多好，此刻柳如烟的种种行为才会让她如此痛恨至极。到头来你就惦记林君泽送给你的那块表，对你而言一块表比秦城的命都重要，是吗？我姐声音中似乎带着些哽咽，是在为我不值。柳如烟还未开口，我姐又愤怒地说道，秦城真的死了，信不信随便你，我也不会再接你的电话，你会脏了秦城轮回的路。柳如烟再次被我姐挂了电话，我从她的脸上看到的只有生气，没有因为我姐说我死了而有那么一丝的担心。她现在满脑子应该还都是我把林君泽送给她的手表到底藏在了哪里。对她而言，林君泽送给她的东西当然比我的命重要，我现在都还记得我出车祸那一刻，我用尽最后力气给她打了电话，她毫不犹豫给我挂断了。那个时候满脑子应该也都是怎么去给林君泽过生日吧，真是可笑啊，都开始怀疑那些年我到底是怎么坚持过来的。不过好在不知道是不是人死了就真的没有心了，还是对柳如烟已经没有了一点感情，哪怕现在柳如烟做的有多绝，我也好像感觉不到心痛了。我就这么飘在半空，冷漠地看着她，看着她又暴躁，渐渐变得平静，平静后的整个人又变得很呆滞，一动不动站在原地很久都没有任何反应。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，我对她没有任何期望。她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，是林君泽打过来的，今天他们约好了要一起出门爬山。柳如烟在看到林君泽来电那一刻，脸上的表情明显缓解，嘴角还拉出了一抹淡笑，我也跟着笑了，是吧？没有期望就不会有失望。君泽他声音轻柔，这半年来我听过太多他和林君泽之间的说话，我好像都快忘了他曾经对我是有多冷漠。如烟你出门了吗？我什么都准备好了，正开车来接你，20分钟后到。林君泽温和地说道。好，柳如烟连忙答应道，又不忘叮嘱路上小心开车。挂断电话后，柳如烟连忙去了衣帽间，她在柜子里面找衣服，找了好一会似乎没有找到她想要的那套，她走出房间冲着楼下喊道，吴嫂，我 Gucci 那套运动装呢？佣人吴嫂听到声音连忙上楼，太太，您的衣服我都已经给您收在柜子里，您说的是哪套？柳如烟不耐烦地说道，棕色的这两边有两条杠，上面很多英文 logo。 吴嫂没太听明白，她走进衣帽间给柳如烟找了找，太太是这套吗？不是，柳如烟没好气地说道，我刚刚已经找过了，这里没有。事实上那套衣服就在柜子最底层放着，她只是没有那个耐心去好好找，她从来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失乎人身上，就如曾经对我的态度一样。那我就不知道了，你是我家的佣人，负责我的生活起居，我的衣服你都找不到？柳如烟声音高昂，今天柳如烟的脾气明显比平时大一些，就这么急着去见林君泽吗？吴嫂被柳如烟说的也有些难堪，好一会才鼓起勇气说道，以前您的衣服都是先生在负责打理，他说您穿衣讲究怕我弄不好，您倒不如直接问问先生吧。不用问他，问他做什么？柳如烟一口
回绝，狠狠地说道，他最好有本事一辈子都不回来横。所以在柳如烟心目中，我的死只是我在耍手段，他根本不相信我真的死，他以为我还在用这种方式等他去哄我。柳如烟气急败坏的随便找了一套运动装，迅速出了门。他坐上林君泽的轿车，一起去了郊区。他们一起爬山，一路有说有笑，我死不死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。爬到一半，林君泽突然回头看着柳如烟，如烟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走得这么慢？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柳如烟顿了顿，抬头看着他，要不休息一会吧，我们也不赶时间。林君泽体贴地说道。那柳如烟很自然地拿出一张餐巾纸，仔细擦拭了台阶，才让林君泽坐在了上面，自己却站在一边的栏杆上，看着半山腰的风景。如烟你今天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心事？林君泽看着他，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给我说，我帮你一起分担，没什么。如烟应了句，可能是这段时间工作压力有点大，我就知道你工作压力大，所以才要带你出来走走，好好放松放松。林君泽赶紧说道，满脸的期待，似乎是等着柳如烟去表扬他。柳如烟意外地保持了沉默，林君泽脸色微有不悦，又很快掩饰。休息了一会，柳如烟催促到时间不早了，走吧，我背你吧。林君泽自告奋勇，又看似无意地说道，我经常健身，力量还是有的，行程那么瘦，应该没多少力气吧。说着还故意掀开了自己的白色衬衣，露出了结结实实的八块腹肌。我确实比林君泽瘦很多，身上也没有肌肉，但在以前我也很爱运动，也很强壮。后来为了帮柳如烟应酬，不停地喝酒，又要照顾她的身体，还要忙于工作，根本没时间再运动，身体也在没日没夜的操劳下越来越瘦弱。可是柳如烟根本看不到我的付出，甚至还很嫌弃我，弱不禁风吧，提他做什么？柳如烟脸色突然一下就变了。林君泽微愣，应该是柳如烟从来没有对他这么大声说过话。对不起，林君泽连忙道歉，我不知道你们是又吵架了吗？不是，柳如烟敷衍道，我确实走不动了，我们下山吧。可是这才一半，正好我下午还有工作要处理，早点回去了。柳如烟丢下一句话就率先走了。我看到林君泽的脸色很不好，他咬牙还是跟上了柳如烟的步伐。下了山，林君泽开着车主动说道，如烟一起吃午饭吧，我急着回去上班，就不一起吃了，我一个人吃饭也不想。林君泽极力劝说道，你陪我一起吃好不好，我保证吃完就送你去公司，绝不耽搁你工作。柳如烟终究是拒绝不了林君泽，答应了林君泽露出了得逞的笑容。不得不承认，林君泽在柳如烟的面前确实有得意的资本。车到达林君泽喜欢的餐厅，下车时柳如烟揉了揉自己的胃，林君泽俨然也注意到，连忙关心地问道，怎么了？胃疼吗？柳如烟点了点头，然后打开了自己的包，随手拿出里面的药盒，一打开才发现胃药已经没有了。柳如烟有胃痛的习惯，前些年因为他家遭遇了一些变故，差点破产，为了东山再起，他几乎是没日没夜废寝忘食的工作，久而久之就落下了胃病。后来我和他在一起后，我经常给他煲粥送饭，他的胃被我养好了很多，但也抵不过偶尔一次应酬，胃病复发。为了不让他胃痛太难受，我提前会给他准备胃药放在包里，我会经常检查他胃药的情况，没有了就会第一时间给他补上。按理柳如烟不应该这么快就吃完了胃药，仔细一想，这半年来我不在，没人提醒他吃饭，更没有人去给他送饭，他经常不按时吃饭，胃病频繁复发也是活该。我帮你揉揉吧。林君泽主动靠近柳如烟，将手放在他胃部的地方，揉了就好了。柳如烟愣了一下，随即推开了林君泽，不用了，应该是饿了，吃了饭就好，那我们去吃饭吧。林君泽就跟什么事都没有了一般，笑嘻嘻的说道。柳如烟抿唇，两个人一起下了车，坐在餐桌前，林君泽一直在和服务员点餐，偶尔会问两句柳如烟。柳如烟胃痛的脸都发白了，但他在林君泽面前从来不会表现他的虚弱，他不忍心林君泽来担心他，所以什么都自己忍着。我看着他如此模样，莫名还有点高兴，痛死了最好。林君泽点完菜，也没有发现柳如烟的脸色不对，还在和他有说有笑。柳如烟，我点了你最喜欢吃的水煮肉片，你一会要多吃点。我看着柳如烟的脸色，终究是有些变了。胃痛的人怎么能吃这么辛辣的东西？林君泽是真的半点都没有注意到柳如烟的身体。想当初我一个无辣不欢的人，为了帮柳如烟养胃，硬是逼着自己吃了整整一年的清淡饮食。我突然好像就明白了，被偏爱的才能有恃无恐，而我这些年不过是在犯贱。饭菜上桌，柳如烟没吃多少。林君泽还有些不解，如烟你是不喜欢我给你点的菜吗？你怎么吃这么少？我胃不好，不能吃辣。柳如烟直言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对不起，如烟，对不起。林君泽连忙道歉，整个人看上去自责到了极致。柳如烟最禁不住的就是林君泽的难过。要知道，一个打雷闪电，林君泽说他在外面喝醉了不能回家，柳如烟都会连夜冒雨开车去接他，然后送他回去。这一刻怕是胃痛死，都要吃下林君泽给他点的水煮肉片，以示安慰了。可结果，柳如烟却只淡淡的说了句没什么，我现在吃什么也没胃口，慢吃，我先回公司了。在林君泽还没反应过来，柳如烟已经离开了。他坐在出租车上，又突然在包里面翻出来那个空掉的药盒。下一刻他直接将药盒扔出了车窗外，大抵是眼不见为净吧。他没回公司，直接回了家，所以还是有点生气。林君泽不关心他的身体吗？当然也是因为在乎一个人才会如此，毕竟以前我偶尔生病感冒的时候，柳如烟对我不闻不问，我也会很生气，只是后来就习惯了。太太您回来了，您吃过午饭了吗？吴嫂连忙上前迎接。不吃了。柳如烟脸色阴沉的说道，怎么能不吃呢？先生说您有胃病，不吃饭会胃痛。吴嫂关心的说道，我帮您熬点粥吧，没胃口吃点粥也好。柳如烟顿了顿，最后没有拒绝。半个小时后，吴嫂把煮好的粥送到柳如烟的面前。这期间，柳如烟一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但她不停地按着遥控器，看上去很是心不在焉。太太您小心她。柳如烟应了一声，然后拿起勺子缓慢地吃了一口。太太味道如何？吴嫂询问。柳如烟咽下粥，淡漠地说了句，和秦城煮的粥味道很像，是先生教我的。吴嫂连忙说道，先生说万一他有事没在家里的时候，
就让我给太太熬粥，所以教了我怎么做。先生说太太您胃不好，一定要熬制的粘稠软糯一些。先生还说太太嘴刁，不喜欢吃青菜，但喜欢吃西兰花，所以每次熬蔬菜粥都是用西兰花代替。先生对太太真的很细心，总会记得太太的每一个喜好。吴嫂说了很多，我都听不下去了。倒不是吴嫂说了谎，就是因为都是真的，才会让我觉得这些都是耻辱。对柳如烟的好，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情。太太，您让先生回来吧。先生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、对你最好的人了。吴嫂忍不住说道。柳如烟似乎是顿了顿，本以为他会如之前一样一口拒绝，那一刻却保持了沉默。柳如烟吃完粥之后回到了房间，躺在了床上。从他脸色来看，胃部应该已经缓解了很多。他的手机信息声一直响个不停，是林君泽发过来的。对不起如烟，是我不好，没有注意到你的身体情况。你现在好些了吗？要不要去医院？我陪你一起去。如烟，我都不知道你有胃病，以前你没有的，我一直以为秦城会把你照顾得很好。如烟，你生气了吗？你怎么都不回我信息？柳如烟看完信息后忽然从床上起了身，然后迅速地离开了房间。我看着他焦急的模样，止不住的好笑。我曾经怎么就能够自欺欺人呢？觉得柳如烟对林君泽只是朋友间的找，因为林君泽没有什么朋友，父母也对他很冷漠，柳如烟只是泛滥了他的同情心。现在看来自己真是个笑话。我看着他疯狂一般的开车去找林君泽，喜欢一个人怎么会让那个人难过？我都想好了柳如烟见到林君泽时会怎么安慰他，说不定情绪到位了，两个人就真的在一起了。这半年来他们还真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情发生，大概是怕婚内出对彼此名声影响不好，所以才坚守了底线。我看着柳如烟停好车，冲进电梯，按下楼层。她走到大门前，急切地按下门铃，房门打开了。我倒是吓了一跳，因为开门的人是我姐秦薇。也在这一刻，我才注意到这不是林君泽的家，这是我姐的家。我姐看到柳如烟那一瞬间，二话不说就要关门。柳如烟眼疾手快，一把拉住了房门，手被我姐的门夹住。柳如烟忍着剧痛，我姐也忍了忍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，我来找秦城。”柳如烟因为痛，声音有些沙哑：“我在电话那头说的还不清楚吗？秦城死了，你真的要找他就去死啊！死了就能见到他了。”我姐恶狠狠地说道：“够了，秦薇，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轮不到你来多嘴。”柳如烟被我姐骂得难堪，却依旧不相信：“我死了，那你来找我做什么？你给我滚吧！还好意思说什么夫妻？你尽过妻子的责任吗？你赶紧给我走走走，我嫌恶心。”柳如烟并不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，我们以前吵架，我遭受的也都是她的冷暴力。这一刻被我姐这般辱骂，哪怕愤怒到极致，也只是闷着气。再不走，我报警了。我姐威胁：“算我错了。”柳如烟突然开口，我震惊了，我姐也震惊了。这么多年，柳如烟什么时候觉得自己错误？我哪怕被逼到自残，她也觉得是我在无理取闹。你让我见倾城，我和他好好谈谈。柳如烟心平气和地说道。谈我姐笑得讽刺，那一刻真的是眼眶都红了。毕竟我都死了，和鬼谈吗？我姐说：“柳如烟，你觉得这几年你对得起倾城吗？”我问心无愧。柳如烟义正辞严地说道：“你和林君泽这么纠缠不清，还问心无愧？”我姐又控制不住了，情绪失控：“我和林君泽清清白白，清清白白，什么才叫清清白白？真的要睡在一张床上才不叫清清白白吗？”我姐怒吼着：“柳如烟，倾城生病的时候，你陪在林君泽身边，对林君泽嘘寒问暖；倾城过生日的时候，林君泽一个电话，你就风雨无阻地去找他。倾城创业签下的第一桶金，想要和你庆祝，你却选择去给林君泽过生日。倾城因为林君泽吃醋，你还在责备他不够大度，不够男人，说他小心眼。”我姐越说越崩溃：“柳如烟，你真的觉得你是个合格的妻子吗？你怎么好意思说你对倾城问心无愧？”柳如烟还未开口辩解，我姐又激动地说道：“你可别忘了，你当初一无所有的事情，是倾城陪着你走过最黑暗的人生，而不是林君泽。到头来，你给了倾城什么，又给了林君泽什么？我给了倾城一个家家。”我姐笑得更加讽刺了：“什么家丧偶之家吗？一个时时刻刻陪在其他男人身边的妻子，比丧偶更可怕。你说够了吗？”柳如烟恼羞成怒：“我承认倾城确实陪我走过艰难，但林君泽也对我不薄。我最差钱的时候，是林君泽卖车卖房给我填补了漏洞，我感恩于他，有错吗？你说什么？”我姐惊讶地问道。不止我姐惊讶，我也惊讶。什么时候林君泽为他卖房卖车，给他资金填补漏洞了？我不由得开始回忆，我和柳如烟曾经的点滴，不知道死了的人是不是就会遗忘。我已经渐渐记不得很多生前的事情，我只依稀还能够想起，我认识柳如烟，是我大学刚毕业去柳氏集团上班，当时的柳如烟也才到公司，他父母为了锻炼他，让他从基层做起。我以为他和我们一样只是普通员工，同样作为新员工，他有着不同于我们其他人的从容淡定，能力出类拔，最长的也是明媚漂亮。我们被分到一个小组，很多工作都是一起完成。时间一长，我对他就有了些情窦初开，但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喜欢上他，还是那天我们加完班，他顺道送我回去。我一下车就被我那酒鬼舅舅和他几个烂酒朋友拦住，让我给他钱，否则就要打死我。我爸妈死得很早，工厂上班的时候发生了意外，没死之前，我舅舅因为年龄小，加上我外公外婆去世也早，我舅舅几乎就是我妈在照顾。我妈死了之后，我舅舅无依无靠，没钱就找我和我姐。之前我们还会救济他一些，后来变本加厉，我和我姐也负担不起，就不管他了。他对我们死缠烂打，为了摆脱他，我和我姐都被迫干架了。没想到还是被他找到。那天晚上，柳如烟让他爸给他叫了十几个保镖过来，把我从我舅舅和他的那几个烂酒朋友手上强势救了下来。你们要是敢动倾城，我打死你们。我们家的事情你少管。我舅舅恶狠狠地说道：“倾城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我管到底。”柳如烟说的斩钉截铁，而他确实说到做到。那之后，他每天都送我回家，身边都跟着两三个高大强壮的保镖，见到我舅舅就打我舅舅，久而久之就真的不敢来找我和我姐了。那个时候的柳如烟真的好像仙女下凡，我心口突然一痛，原来死了的人是能感觉到疼痛的，只是不在乎了。在柳如烟帮我打发走了我舅舅之后，我就想过给他表白，却突然得知柳如烟原来是柳氏集团的大小姐，
身份悬殊产生的自卑让我把这份感情埋在了心里。后来柳氏因为领导层的决策投资失败，面临破产，好多人都离开了柳氏，我依然选择陪在柳如烟的身边，还暗自庆幸是我离柳如烟最近的距离。我陪着柳如烟去应酬，为了给她挡酒，喝得胃出血进医院。我每天都陪她加班，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情。她最艰难的那两年，我178厘米的身高，体重甚至没有上过120斤。而在她最关键的那一站，我把父母意外死亡留下来的赔偿金150万全部打在了她的账户里，包括我姐那一份。我姐刚开始是不同意的，后来抵不住我对柳如烟坚定不移的爱，还是把钱都给了我。当然后面我加倍还给了我姐。钱到位之后，柳如烟带着公司重新回到了正轨，她抱着我欢呼。那晚我们一起庆祝，酒精的作用下双方都有了情不自禁，然后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男女朋友。我一直以为她知道钱是我打的，她和我谈恋爱又嫁给了我，我以为都是她知道了我所有的付出，也因此被感动了，所以我从来没有刻意去提过那150万。可现在柳如烟却突然说她急缺的钱是林君泽给的。你说林君泽卖车卖房给你填补漏洞，我姐再次确认。所以我凭什么不应该对她好？她甚至为了帮我还和她家里人反目为仇。柳如烟愤愤然地说道，这样的恩情我难道不应该还吗？是秦城一直不懂我，一直在小题大做。我姐笑了，真的就是笑，白痴一般的笑容。她说林君泽是这么跟你说的，说他为了你甚至重判。心里柳如烟也能够看出我姐的讽刺，你用不着这副模样，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只有秦城一个好，你何必要这么看不起别人？我看不起林君泽，对我就看不起他这种男绿茶，但对比起来我更看不起你。我姐狠狠地说道，先不说其他，林君泽给你做过的这些事情你告诉过秦城吗？秦城知道你对林君泽是在报恩吗？柳如烟突然哑然，他确实从来没有给我说，我也不知道，要是早些说明白我就会知道，他把那150万误以为是林君泽给的，或许也不太重要。柳如烟不过是给自己找个合理的借口对林君泽好而已，没有那150万还可以有其他更多的理由形成。是你肚子里面的蛔虫吗？他能知道你在想什么？他看到的只有他的妻子一心一意在对其他男人好。我姐怒吼道，甚至于他吃醋了，他妻子还在责备他不通情达理。我给他说过我们之间没什么，柳如烟无力地反驳。世界上那么多出轨的人，每个人都说他自己没有去外面偷吃，结果呢？我姐反问。柳如烟又崩溃道，结果倾城却还是在相信你，一直一直在相信你。他相信我就不会这么和我吵闹了，他不相信你为什么不和你离婚？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那么努力陪在你身边？甚至为了不让别人觉得他在吃软饭，他选择离开为你打拼下来的柳氏集团，自己独自去创业。柳如烟看着我姐，大概是被他太过激动的情绪震动。你知道秦城当年为了陪你创业身体被糟蹋的多厉害？你以为只有你有胃病吗？秦城也有，甚至比你严重100倍。你胃痛的时候他可能已经胃出血胃穿孔，医生说秦城得胃癌的几率是普通人的10倍。柳如烟紧抿着唇瓣突然沉默，是啊，当初为了让他少喝点酒我真的吃了不少苦头，后来又为了把他的身体养好也完全没有顾过自己，导致身体越来越差越来越差。算了，我对你这种人说再多都没用。我姐突然不想说了，怕说下去她自己反而会先受不了。现在秦城不在了，你和你的恩人林君泽好好过日子吧，给我一次机会。柳如烟猛地拉住我姐，眼神诚恳，我想和秦城再谈谈。我姐犹豫了一下，我看得出来她根本不想再搭理柳如烟，最后却又突然同意了。你等我一会儿。好，我姐转身回了房间，换了一身外出的衣服，秦城不在里面了。柳如烟问我姐，我姐没有回答她，径直走进了电梯。柳如烟还是跟在了我姐的身后，我姐把车停到了郊区。柳如烟气冲冲地下车质问我姐，你把我带这里来做什么？哪怕我确实有对秦城做得不够的地方，也不是让你这么来戏耍我。我姐话都难得回一句，她转身直接走进了一条小道。我知道这是我姐埋葬我的地方，我爸妈也在这里。我看到柳如烟愤怒地跟在了我姐后面，我以为以她的性格她会转身就走。我姐的脚步停在了一座坟墓前，有幸之前有一次过年，柳如烟百忙之中抽空陪我来给我爸妈祭祀，我所以她应该记得这里。你把我带到你爸妈的墓地来做什么？柳如烟的话没有说完，因为她看到了我的墓碑，墓碑上写了我的名字，上面还有一张我生前的黑白照。她整个人就像突然石化了一般，紧紧地看着我的墓碑，就像是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。她在一遍遍地确认墓碑上到底是不是我的名字，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死了。我看到她眼眶好像突然红了，猝不及防的红的有些吓人。我很冷漠，我姐也很冷漠，鳄鱼的眼泪从来都不值得同情。我不相信。柳如烟突然很肯定地说道，是秦城故意耍我的，是不是？是你们故意用这种方式来报复我？是不是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说死就死？谁会这么来诅咒自己？柳如烟，秦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？他从小就怕给别人添了麻烦，他可能恶作剧吗？更何况他就算死了也报复不了不是吗？可他为什么会死？柳如烟还在不相信。为什么？我姐冷笑着，大概是想到了我死时的惨状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。半年前你不是要去给林君泽过生日吗？行程那天出门就出了车祸。不会的。柳如烟摇头，情绪在崩溃，一点点滴崩溃。我没收到消息，我没有收到他出车祸的消息。柳如烟大声说道，因为他给你打电话你没接。我姐也怒了，最后他给我打了电话，他说他要死了，让我别伤心，让我不要来打扰你。我姐捂着自己的脸，痛苦的回忆让她泣不成声。柳如烟整个人变得呆滞，她看着我坟，又看着我姐的崩溃。我看到她身体的颤抖，不受控制的在颤抖，是对死人的恐惧吗？还是说也会因为我的死有那么一丁点的难过？行程到最后死那一刻都还想着你，都怕影响到你的生活。可是你呢？你在做什么？在陪着林君泽唱生日快乐歌。我姐哭泣着说道，她是真的为我不值，很不值。其实我没有那么伟大，或许之前我确实无怨无悔的为柳如烟牺牲过很多，但最后我给我姐的那个电话不是怕影响到她，是真的不想再和她有任何牵扯。哐的一声，我看到柳如烟直觉地跪在了我的墓碑前，坚硬的地板发出了巨大的声响。我姐抬头看了一眼柳如烟，看着她悲痛欲绝的模样，眼底却只有讽刺。你这副样子又是做给谁看？人死都死了，行程也看不到了，我看得到只是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柳如烟现在的模样我还觉得碍眼的很，我总觉得我不能沦
轮回，就是他一直在脏我的路。突然，柳如烟对着我的坟墓疯狂地磕头，一声声剧烈的声响磕得他头破血流。我姐冷冷地看着他的举动，我也有些不悦。他要死可以，死远点，别扰了我的清洁。我姐一直没有去拉他，我一个魂魄也做不了什么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柳如烟突然停了下来。停下来那一刻，他身体缩成了一团，然后传来了压抑的哭泣声。现在知道头会痛了，活该呀，活该。柳如烟，我本来想要遵循秦城的遗嘱，再也不来打扰你。可你既然想要赎罪，我就把真相都告诉你。我姐拿出我的手机，这是秦城的手机备忘录，上面记录了你们之间的点点滴滴，以及你最爱的竹马都对秦城做过些什么。柳如烟木讷的转头看着我姐，眼底血红一片，这是我没见过的模样。我身体扭动着，在我姐面前飘啊飘。好想阻止我姐的举动，我不要把我的手机给柳如烟，不是怕她不够内疚，就是不稀罕她的悔恨。对我而言，这个人就跟死了一样，不对死的人是我，但就是她现在对我做的一切，我都觉得不重要了。我看到柳如烟颤抖着手把手机拿了过来，然后紧紧地攥在手里，用力到指甲都陷入到了皮肤里。密码是你的生日，我姐又说道。柳如烟身体一震，下一刻走得更厉害了，眼底的红润也越来越明显。我姐起身离开了。对我姐而言，她对柳如烟仁至义尽了，而她能够做到这个地步，大抵也是因为她太清楚我曾经到底有多爱柳如烟。她不想我的爱就这么悄无声息。荒凉的山野，风很大，我一个灵魂都被吹得七零八落，瑟瑟发抖。柳如烟在我坟前跪了很久很久很久，她终于拿起了我的手机，她按下了密码，她的生日屏幕打开，桌面是我和她的婚纱照。柳如烟紧咬着唇瓣，眼泪一直在滑落，缓缓她才打开了我的备忘录。我有写日记的习惯，以前写在笔记本上，后来科技进步了，就用手机写。这部手机我用了五年，我是一个念旧的人，从小就是，否则也不会死心塌地爱了柳如烟这么多年。2018年某月某日买了新手机，斥巨资和柳如烟拥有了同款。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。2018年某月某日，柳氏要破产了，大家都要离开，我不走，我会一辈子陪在他的身边，只要他不推开我，他不会推开我吧。好想给他表白。2018年某月某日，柳如烟夸了我今天煮的粥很好吃，好高兴，不枉我失败了好多次，终于成功了。2018年某月某日，酒醉好难受，但一想到我多喝一点，柳如烟就可以少喝一点，就不难受了。2018年某月某日，公司拆150万的资金漏洞，我陪着柳如烟跑了好多银行，银行都不贷款。看着柳如烟焦急的模样，我忍不住终于给我姐开了口，拿走了我爸妈留下来的遗产，那是爸妈用命给我和我姐留下的，我知道意义重大，可我姐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，还是把钱给我，我保证以后我发达了，我一定要对我姐更好。2019年某月某日，柳如烟终于拿下了项目，柳氏集团也终于回到了正轨。柳如烟带我一起去庆祝，我们喝了很多酒，她说她很感谢我一直陪在她身边，很感谢我对她的付出，我们在一起了，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。2019年某月某日，我今天见到了柳如烟的竹马林君泽，他长得真英俊，气质温文，皮肤白皙，怎么办，我好像有点嫉妒他，我觉得柳如烟对他有点太好了。2019年某月某日，柳如烟突然给我提了结婚的事情，我其实有点受宠若惊，她说她爸妈催得紧，我们也交往一年了，我想了想也没多考虑就同意，反正这辈子除了他，我也没想过再娶任何人。2020年某月某日，新婚宴，柳如烟去了林君泽那里，他说林君泽喝醉了找不到回家的路，他说他送了林君泽就回来，可那晚上他一晚上都没有回来，我还收到了林君泽发给我的微信和照片，他说借你老婆用一晚，明天就还你，口吻分明带着炫耀。2020年某月某日，柳如烟陪林君泽的时间越来越多，林君泽一个电话说什么他都会去，我给他抱怨，他却说我想太多了，他说他和林君泽要在一起早在一起了，不可能还等到现在，我尽管很生气，但我真的信了，我信他不会背叛我。2021年某月某日，我以为我可以一直容忍柳如烟，我也可以自欺欺人，在每次柳如烟离开后都自我安慰说他只是去见普通朋友，每个人都有社交圈，可是林君泽一次次给我发来他和柳如烟的照片，他说秦城你别介意，我和柳如烟从小到大都这样，我们之间没什么的，这种不打自招到底算什么挑衅。2021年某月某日，柳如烟怀孕了，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真的高兴到不能自己，可是柳如烟却告诉他他暂时还不想要孩子，他说公司现在正是上升期，他不能停下来，我真的很难过，真的很想要一个我们爱情的结晶，可我只会尊重柳如烟的选择。2021年某月某日，我不想写了，我写日记的初衷是想要记录开心的事情，可现在好像都是负面情绪，我越来越受不了柳如烟和林君泽之间的种种，我不知道我还能忍住多久，我快撑不住了。对了，我开始自己创业了，努力把2022年某月某日，历经整整一年，我自己创业的公司终于拿下了第一笔订单，价格不菲，我真的很高兴，也不枉我没日没夜的工作，现在终于要追上柳如烟的脚步了，我真的不想柳如烟再被人开玩笑说她养了个小白脸啊，可是柳如烟在意吗？她每次在被朋友调侃时都是一笑而过，因为不重要所以不会生气，是吗？但我还是想要和他一起庆祝，就像当年我陪着他一起打拼事业，他终于成功时也会和我分享他的喜悦一样，我是真很想重回那时的我们，真的很想让他看到我为了爱他真的很努力很努力。我的备忘录在那天就结束了，毕竟那天之后我就死了。我看着柳如烟大颗大颗的眼泪掉在我的手机屏幕上，是愧疚吗？是悔恨吗？可是有什么用？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对不起，柳如烟突然开口，声音沙哑的厉害，吻我用尽力气还是吼不出来声音，我真的很想告诉他别假惺惺的，我不仅对你没感情了，还从来没有想过要原谅你。我不知道那天你创业成功，要是知道那天柳如烟说不下去了，
那天你生日，非要我来陪你。秦城和我发脾气，离开时出了车祸。柳如烟狠狠地说
道：“要不是你，秦城不会死，怎么能怪我？是你自己要来的，秦城死了也是你害死的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林君则崩溃地说道：“对，秦城也是我害死的，所以我们两个一起死了，为他赎罪。”柳如烟一字一顿地说道。他不再犹豫，手上那把锋利的匕首直接往林君泽心脏的位置捅去。我就飘在上空看着他们，高兴嘛也不是完全不高兴，报仇总是有快感的，但要说有多高兴也谈不上，毕竟我人都死了，他们遭到怎么样的下场也换不回来我的生命，就当看戏吧。结果最后戏也没有很圆满，因为在最后那一刻，林君泽抓到了旁边的凳子，砸晕了柳如烟，然后连滚带爬的离开家里，报了警。柳如烟以故意伤害罪被拘捕，然后关押在拘留所，他父母来取保候审，他拒绝了。不过中途林君泽来看他了，来的时候手上背上都还缠着绷带，是被柳如烟捅伤的痕迹。柳如烟，秦城死都死了，你为了他让我们变成这样，值得吗？林君泽问他。我最不值得是没有杀了你，为他陪葬。柳如烟咬牙切齿地说道。秦城这么平凡的一个男人，他根本配不上你，你却为了他命都不要了。是我配不上他，是我玷污了他对我的爱，这辈子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因为你伤害了他。林君泽气得都笑出了声。本来今天我是来和你好好谈谈，然后撤销对你的诉讼，既然你这么不知悔改，那就吃你的牢饭吧。反正对我而言，除了你这个人，我更在乎的是你的钱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没有给过你钱，那是我骗你的。谁让秦城做好事不留名，活该被人领了功。你也说的没错，我就是在挑拨你和秦城的感情，我就是时不时把我们暧昧的照片发给秦城，我以为不过一年半载秦城就会闹着离婚，那个男人居然忍了你两年多。你够了，林君泽，你够了。柳如烟整个人猛然暴躁，狱警一把死死地摁住了柳如烟，给我老实点。林君泽也不再和柳如烟废话，他毫不留情地转身走了。我看着柳如烟那狼狈又落寞的样子，依旧毫无所动。放下一个人，真的就不会再有任何波澜。后来柳如烟以故意伤害罪被判3年有期徒刑。柳如烟入狱那天，我的灵魂突然就可以离开她的身边了，我开始到处飘荡。我去看了我姐，我姐也终于找到了好的归宿。我看着她结婚，看着她怀孕，看着她渐渐走出了我死去的阴影。3年过去，我的魂魄依旧还在到处流浪，只是越发的力不从心。那天我看到了一个人，一个有些熟悉却怎么都记不起来的人。他留着短发从监狱里面出来，出来后他去了我的墓地，奇怪他为什么要来这。我看着他蹲在我的墓碑前，瘦骨如柴的手指一点点抚摸墓碑上的照片。他说：“秦城，对不起秦城，我叫秦城嘛，我后悔了，真的后悔了。”我看到他的眼眸里都是痛，好像撕心裂肺。我喜欢你的，一直都是喜欢的。我和林君泽，我承认我之前对他有过感情，可认识你之后，我只爱你了。你多年不离不弃的陪伴，我真的不是没有看到。我对林君泽只剩下了恩情，我以为他为了帮我不惜一切，所以我想尽可能的对他好点，弥补对他的愧疚。我也一直以为我和你结婚了，我都是你的了，我就不需要再对你有任何亏欠。我甚至理所当然的享受着你对我的好，习惯了你无条件的付出后，我就忘了你也是有感情的，你也会因为我对你的忽视而难过。他说着说着就哭了，然后用手紧紧的捂着心口的位置，似乎是痛得钻心刺骨。很久很久之后，他又自嘲的说道：“我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吗？你死了，你都已经死了，我再也见到你了。秦城，我好想你，真的好想你。”他在我的墓碑前哭了很久，最后离开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：“我马上就回来陪你了。”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，但我还是莫名其妙的跟在了他的身边。我看着他开着一辆车，一直停在一个街头。一天过去，突然他一脚油门冲了出去，哐当一声，一个男人被他直接撞飞了，身体弹出去了几米，面目全非，血流不止。他的车也被狠狠地撞在了旁边的栏杆上，整个车头都变了形。我分明是鬼，见着这副恐怖血腥的样子还会害怕，于是我想都没有想，转身就飘走了。离开那一刻，听到有人在叫我倾城，倾城是你吗？你一直都在我身边，是不是我被吓到了？就是觉得身后追着我的人恐怖。我飘着飘着，意识变得越来越混沌，灵魂也变得越来越散乱。我知道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永远的离开了，魂飞魄散。那一刻，一间医院产房内响起了新生儿哭泣的声音。番外篇，我撞死了林君子，我和他都该去给秦城赎罪。原来车祸致死会这么痛，当年秦城发生车祸后，到底要忍受多大的疼痛才能够给我拨打电话，而我却无情的拒绝了。我还以为他又要阻止我去给林君泽过生日。终于我死了，罪该万死，我的灵魂离开了我的身体，蓦然我看到了倾城，是他吧？我不会看错了，这3年我日夜梦回都是他的影子。我朝他的身影追了过去，他却飘得越来越快。别走倾城，别走，我慌乱不止，因为我看到他的身影越来越透明。不要求你不要离开我，我好不容易追上了他，伸手想要把去抱他，却直接扑了个空。倾城在我面前消失了，一点影子都找不到了。我疯了一般的到处找他，疯了一般的叫着他的名字，倾城倾城。我不停的找，找遍了大街小巷的每个角落。倾城你别躲起来，我错了，你不要躲着我好不好。后来我看到了一个小男孩，看到了那个和倾城长得好像的小男孩，他笑得好灿烂，他的父母好爱他。等等，这个小男孩的母亲怎么那么眼熟，我认识吗？我好像只认识倾城。倾城渐渐长大，他长得又高又帅，好多好多女孩子喜欢他，他终于接受了最优秀的那一个。我看着他们恋爱，看着他们相拥，看着他们接吻，看着他们发生关系。原来看着自己喜欢的人和别人在一起是这种感受，是这种痛不欲生的感受。对不起倾城，对不起。再后来倾城结婚了，他很幸福，我该祝福他的，可我的心真的好痛好痛。婚后不久，倾城的妻子怀孕了，他很高兴，抱着他转圈圈，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他。他们一起去产检，一起给宝宝做胎教，一起期待宝宝的到来。倾城的妻子要临盆了，他比他妻子还要紧张，他一个人在外面等待，哭得像个孩子。想到曾经倾城也这么为我哭，我却毫无所动，还笑话他对不起倾城。我真的好想抱抱你，可是我再也抱不到。我甚至感觉到我的魂魄在一点点飘散。我知道我要彻底离开了，我只想在离开前再好好看一眼倾城，我还想看一眼他的孩子。
是不是和他长得一模一样？他见到他的孩子会不会很高兴？其实我和秦城曾经也有过一个孩子，是我辜负了秦城的爱。上天果然是公平的，像我这种罪孽深重的人，又怎么有资格去感受秦城的幸福？我终究没有等到秦城的孩子出来，我只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狠狠地拽了过去。我猛地睁开了眼睛，围在我面前的是我苍老的父母。曾经矫健的他们现在早已白发，苍苍如烟。你终于醒了，你睡了整整25年了。我母亲泣不成声，我父亲也在旁边默默地流眼泪。所以我没死，我还活着。那我见到的秦朝只是一场梦吗？我恢复了几天时间，终于能够坐上轮椅。我被推在医院的走廊上，迎面走过来的两个人让我瞬间红了眼眶。我看着他，紧紧地牵着他妻子的手，他妻子怀里抱着个小婴儿，两个人身上洋溢着的都是幸福。他们边走边逗着小婴儿。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，没有人注意到我，直到好一会他回了头，我们四目相对，我泪流不止，他眼底却闪烁着一丝厌烦。他妻子问他，你认识吗？他摇了摇头，不认识，然后就跟着他妻子离开。离开时我听到他小声嘀咕了一句，觉得那个小老太婆怎么有点讨人厌，人家又没人。他妻子无奈的笑道，又很严肃的说道，以后不准看别的女人。老太婆也不行，吃醋包。对啊，我就是吃醋包，只对你一个人吃醋的醋坛子。两个人打打闹闹的越走越远，我看着他们的视线越来越模糊，直至再也消失不见。